陈明老师乃生于太极拳名门世家，曾是太极拳第十二代嫡宗传人，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陈氏太极拳代表性传承人。六岁起随叔父陈小万、陈小新练家传拳技，并在各种武术比赛和太极拳推广中取得优异的成绩。他是威县的太极十杰，也是陈家沟的八大天王之一。1997年考入上海体育学院武术系，研读人体科学、运动理论及武术专业知识等。大学毕业至今，致力于弘扬传播太极拳文化。2007年，在陈家沟创建了陈家沟国际太极医院，是现任陈家沟太极拳国际太极医院的院长，也是陈家沟太极拳协会会长。如今陈明老师在美国、韩国、英国、澳大利亚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瑞士、意大利、西班牙、德国、法国、奥地利、斯洛伐克、俄罗斯、巴西、阿根廷、智利、以色列等40多个国家，成立了30多个陈明太极分院。在国内的哈尔滨、杭州、深圳、上海、青岛等城市有91家分院辅导站和教学点。目前共有学员20000多人。常年授学于世界各地的他，为陈氏太极拳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，经历和付出也使他获得无数的荣誉和广泛的影响。陈明老师在2018年的收徒庆典上，也对其入门子弟留下了这样的训诫。其中一句很有意义，我们是因为爱太极拳而结缘，练好拳，教好拳，做好人，这就是我们练太极拳的初心。在此祝陈明老师桃李满天下，弘扬太极文化。
请问感激陈斌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。